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风景如织，秀丽如画的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是成为财富之城，成功之都。成都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项目地处成都市春熙路商圈与红星路商圈交叉繁华地段，是成都市两轴四片重点项目。本工程的土方、护坡、降水及地基处理工程项目由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负责设计与施工。写字楼基坑维护面积12000平方米，维护结构轴线长度约600米，基坑开挖深度18.5米到20.7米。每一个新的跨越都是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稳健而充满活力的基础人将站在新的起点，直面新的挑战，为精品而战，融铸百年基业长青的梦想。